大家好，我是微博，欢迎来看我。今天是我们在台南的第三天。拍到他有记忆，你还没有成功，你成功一半。拿尺还算很快哦，手扶着跟着我一起来，好，放手，放手，不要摸眼睛，怕吗？给老板，看你的，你成功一半，因为他粘度拿不起来，硬拔会破掉，所以你看我在加热。来拍照了，两只手拿着，一手拿一个，把裙子拉下来，这个时候就会加热多膜哈，来。看镜头，看爸爸。走，来跟爸爸一起拿起来，捏紧。看镜头，捏紧一点点，捏紧，不要动。两个旁边起来，往前伸，往前伸，爸爸。很专业。跟着拿板。嘿嘿，我们又来吃了，这是一个保安路啊，保安路，多少？一家说很好吃的锅烧意面，锅烧系列陈贤宝。下午这个时候还是有一些时刻的啊，做了一半啊，不知道能吃些什么。锅烧意面，锅烧乌龙，锅烧起司，冬粉一百，来点菜吧。这是菜单，选项也不是很多啊，应该很招牌，期待会好吃哦。我呗，到时候就他知道了，我用最好的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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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但吃起来酱下感觉泡得很烂吧，但是吃起来好像还好。怎么样，味道如何？甜的。甜的。甜的。很的。今天没有很想吃。别别尝尝吧，尝一下吧。吃完了锅烧，我们再来尝一下。肉圆不知道是什么样的东西，看起来一家老店啊，非常的老，王中口。哦，还是走错了吗？好像也没有。佳姐，也有芋果，佳佳应该是这里吃，这是我猜到的。苍蝇馆，感觉味道会不错 ，try。肉丸，虾仁肉丸，肉圆，每盘360。四十张吧，30，最高大概100，大概20块人民币吧。对，这么一份。肉圆。好，齐了，我们坐哪里？坐里面吧。好，坐这儿。好，谢谢。四神汤以为是像闽南那样的叫什么四果汤，是是冰的水果，结果这个四神汤简直是要把我烫死了。嘿嘿嘿，四神里面是肠子，没有想到吧？是哦，那你吃的四神汤里面是放什么？
他们应该要有我们那天讲的什么薏仁啊、茯苓啊什么的中药材，他都没有。哦，那他可能在汤里啊。那应该要一起吃。这个看起来就是裹裹的什么水晶饺子吧？来试试看，像不像？像。这种 Q 度，其实大概大家都能想到它的口感，是有点 Q 有点稠，但是应该不会很黏，应该还是弹牙的。然后里面呢是些啥？虾仁呢？是不是？我们点的是虾仁啊，然后这个小虾仁，然后这应该是肉吧？好，我来尝尝，应该要整口塞下去，吃到嘴里比较好吃。台南高铁站。本国旅客，请输入身份证字号后四码。哦，可以。外籍旅客，请输入定位代号共八码。来进站吧。从台南开始。高铁到，哎，到台北出发。高铁进站喽，排队上车，在台湾都会有这样的排队通道，而且都是这样顺着排。那个小哥的手势很帅，上车喽！这就是台湾高铁的商务舱，这里有个插座，这里的是什么？雪花饼，是珍珠奶茶口味的。我是一个什么竹盐起司香米酥，还有一位来自空姐的小姐给大家发吃的喝的，那就有点像飞机餐的简餐，然后这个比国内的服务比较高级，那边只会有水。雪花饼应该很甜吧？珍珠奶茶口味，我试试，应该还有珍珠奶茶。哦，有珍珠。吃吧吃吧。去找他要一份报纸，那个人过来。感谢你的点赞和关注，拜拜。